我是 Kevin， 又来了 ，Kevin 的血拼分享又来了。大家都知道我前一阵子去了一趟 Okinawa， 它是一个很舒服的海岛。那么我们先介绍比较偏保养的部分好了。首先第一，一定要跟大家讲，如果大家现在到日本境内的药妆店，你可能会看到很多 Kevin 的照片，他们不是盗用，没有错，因为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到东京买回来这个吃的美白的 Chocolate BB 美白锭，因为受到大家的喜欢，所以日本厂商居然邀请我担任他们日本的推广大使哦。之前其实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吃的美白，它除了就是有维他命 B 群之外，也加入了大量能够帮助我们淡化色素、退掉斑点的这个成分，所以它算吃的美白锭。那么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瓶 Chocolate BB 的 Royal Tea， 所以在这一瓶当中，它不但添加了蜂皇胶的成分之外呢，它也添加了牛磺酸，可以能够让你有效的驱除你的疲劳感，然后又让皮肤有很好的水润度。那么这就是这次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Chocolate BB， 这瓶呢是 Chocolate BB 的 Royal 2。 那么它其实当中的这个 B 群的含量，还有它所有的成分的添加，都比起口服锭来的更高一点的浓度。因为很多日本女生她会早上起床发觉前一天可能今天很累，所以她们早上就会喝一瓶。据说这个在台湾也买得到，只是口味不一样。在日本买的这个 BB 啊，喝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维他命的味道，据说日本女生就喜欢这个，有这种维他命的那种 B 群的，有一点点像药的感觉，他们觉得哇，这个才有效。这一块呢是现在在日本很红，是专门洗背的痘痘，这个里面它有很多专门配合的这种杀菌抗痘的这种成分，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彻底去清洁那个皮肤可能会有的脏东西、阻塞的油脂，它可以彻底的清洁。那如果说你要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话，你可以把它起泡之后起泡之后，然后让它停留在你的背部的皮肤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，然后再冲掉。哇，这一瓶呢，其实它一直蝉联 Ecosmet 他们的身体去角质产品的第一名，已经蝉联不知道 N 久了。然后你在推开的瞬间，就会闻到那个玫瑰精油，很优雅、很舒服的感觉，上你会一边的去角质，一边去，然后就睡着了，很舒服的味道。到了 Okinawa 还有什么要买？就是雪岩系列了，雪岩系列。这一块是雪岩的肥皂，再来就是这一瓶雪岩，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质地？你看，完全感受不到盐巴的颗粒耶！哇哦，完全感受不到盐巴的颗粒，它很细很细。在它的使用的建议上面，它有好多好多的使用建议哦。他说你可以加在水里面，你也可以拿来做脸部的去角质、身体的去角质，它可以拿来洗头皮。因为很多人你会发觉你的头发啊，你每次洗完之后，怎么隔天早上就头皮就油了？那就表示你的头皮的油脂没有被彻底洗干净。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雪岩去按摩你的头皮，它可以帮助你把头皮的油脂大量的去清除，然后你的头发就会头皮不出油之后，头发就变蓬松，不会有那种油条头出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从一些基础的保养开始了，譬如说像这个
我想大家都一定去用，大家都一定用过它的前一代，就是基颜的化妆水哦，基颜的化妆水。那么之前呢，基颜的化妆水它强调的是透过三种不同分子的玻尿酸，帮助你达到补水、储水、锁水的功效。那么这个极润金色版的极润呢，其实它是升级版的基颜化妆水，强调透过五种玻尿酸的添加，五种玻尿酸的添加，看哦，延续着基颜化妆水的特色，你看。如果你是干燥皮肤的人，它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把它拍拍拍，一直拍拍拍到它完全吸收之后，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好像已经喝饱了精华液的感觉。那么，如果说你是真的很干的皮肤，他们的金色极润的化妆水，它还推出了一个好朋友，它的油露，这个，你看哦，它很特别，你就打开看，很像护唇膏的质地，很像护唇膏质地，然后摸上去，嗨。润润滑滑的，润润滑滑，你看到轻轻的滑，轻轻的滑，你就会看到它的表面。然后呢，它的滋润度非常非常的好，它的滋润度非常好，它可以全身都用，反正哪里干你就可以拍哪里。自从上次跟大家介绍了欧巴G之后呢，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很想要买，可是因为它有三个不同的浓度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挑选浓度。那么我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次，如果你想要针对粉刺的困扰用浓度5，你想要解决毛孔粗大、皮肤紧致度还有这个肤色的均匀度的话用10，你有顽固的斑点要扫除，你要快速的达到你的皮肤的均匀度的话呢，那就利用20，听清楚了吗？好，那这就是欧巴G，真的，我自己的经验是它真的很有效，然后我很多的朋友也因为看了我的介绍去买，他们也都觉得很有效。好，看到欧巴G之后，其实欧巴G它最近还推出了日本的欧巴G，它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它的 Derma Power 系列。那么这个 Derma Power 系列其实它就是针对了一种胶囊的包裹的技术，把这种双分量的两种不同的维生素 A 把它放在当中，然后呢，当这个胶囊体碰到了皮肤之后，它就会慢慢的去释放它当中的这个营养的成分，所以它是一种缓释型，它可以让你在一天当中，在你睡觉过程当中，好好的去呵护你的皮肤。它最重要其实就是恢复皮肤的弹性哦，恢复皮肤的弹性。Quality First 这个品牌呢，它一直蝉联 Ecosme 的第一名，它最近一直在这个第一名的榜单上面，尤其是日本人的最爱。我就去把它买回来研究了之后呢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么大一包，然后呢，算起来这当中有50片面膜，这当中50片面膜算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它价钱一片只要10块钱台币左右。10块钱台币一片的面膜，你会觉得应该就是水而已，对不对？最多混一些玻尿酸。告诉大家哦，它这个面膜啊，把它拿起来，它这个面膜布是日本爱媛县所制造的面膜布，然后呢，一打开来之后，你就闻到很香的大马士革玫瑰的味道，他们品牌强调它是不用香料的，这些大马士革玫瑰的香味都是精油，都是天然的精油。然后你看它敷上去之后，你看它的服帖性也非常好，你看它的服帖性。这个面膜呢，你看啊，它这个这么大一包里面哦，50片，一共有700ml的这个精华液，算一算，每一片就有14ml的精华液，14ml相当是一瓶眼霜的容量，所以非常的CP 值非常的高，这个超好用。
的指甲就会去勾到，或者是你的指甲很容易断裂，每次在长指甲的过程当中，长出来一点点，它自己就断掉了，自己就断掉，或者是你因为擦指甲油做光疗所产生你的指甲脆化或变黄的话呢，这一瓶大正料的深层指甲修护精华就非常适合你。这一瓶在欧洲跟美国，它是被认定为需要医生处方签才能够买的，所以你可能要拿着医生开的处方签才去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在美国跟欧洲，是因为如果说你指甲受伤了，譬如说被刀切掉了，然后你需要让指甲快速长出来，医生就开这个让你去药房买。它的效能是被肯定的，它在日本不但成为了美甲类销售的第一名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还被日本的财经杂志票选为2015年最受瞩目的30大商品的第14名。一瓶美甲的商品居然能够跟新干线、机器人、3C 产品并列在日本最受瞩目的30大商品，你就知道它不但销售很好，它的商品力很好，最重要的是它受瞩目的程度很高，它就可以帮助你恢复你漂亮有光泽强韧的指甲。Dr. Nail 这次我发现，而且它卖超好，很多药妆店都大缺货，很厉害，这瓶很厉害。你看这瓶，其实这瓶就是春油。那么春油就是山茶花油，山茶花油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女生从他们的grand grandmother 祖母，从很久很久以前，日本人就会拿山茶花油来梳他们的头发，所以呢，它就跟摩洛哥油的用法差不多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它可以针对你的头发的修护。然后这种油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用。可是我觉得最棒的是这个梳子，这个梳子它一整支里面都是春油，所以你就这样梳一梳，你的头发就顺了，就变滑滑的。这个很好玩，这个很好玩，因为哦，现在有一个名称叫美魔女，对不对？然后日本就有那个节目啊，他们就找了很多美魔女，然后呢就去找出他们的一些变美的秘籍，然后其中有很有名的美魔女，她就分享了，就是她每天出门之前啊，她都会先用胶带把她这边贴起来，就好像以前我们绑马尾一样，就把贴起来，然后再把头发盖下来，就这样一贴就觉得哇，脸好紧实哦。然后因为她这样子分享之后，就有厂商就研发了这个美魔女拉提胶带，它呢其实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胶带，然后呢撕下来之后，然后他就说啊，你就依照他的这个步骤啊，然后就这样一啊，就这样贴在这个地方嘛，贴着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把往上拉，把它固定，然后再把头发放下来，你看我这边就歪掉了，我还买了这个，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小 baby， 我妹妹有小 baby， 所以呢，大家都很怕，就是譬如小 baby 常会有一些尿布疹、湿疹的这种困扰，那但是又很怕很多的皮肤药里面有那个类固醇。那这一支是我找到在日本找到的，他们出的这个皮肤这种 baby 用的湿疹、尿布疹用的这种药膏，这支 Hello Kitty 是除臭用的，它是擦在你的。它挤出来就像护唇膏一样挤出来，然后它挤出来是有点像乳霜，然后你就擦在腋下啊。然后这一次我买的是这个是我家人要我买的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专门针对嘴巴破，不管是你是不小心咬破的啊，或者是火气大破。把它放在嘴巴破的地方，然后它就慢慢的粘连在那个嘴巴破的位置，然后慢慢的溶解掉。对于口内炎，别忘了要记得留言给 Kevin 哦，留言给我，然后呢，我才会知道大家的需求，然后下次去好好的帮大家做好功课。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更多，下集我们要介绍生活杂物还有彩妆。